现在看到规模简单，整体都为医生，再认真代表费唔愿意提贴付，实质都一笔钱，可能要认真按用原本作用。苗栗县中南镇的合平路，系中南工业区爱偷到工业路为路。中南镇公所今年就整体到经济部工业区补出备3600元，我来改善合平路两片的银行套，还加油排水内通。没想到退票费是用保护数位来做理由，今次没有通过1800元的贴付批合款。新过半日带公所是讲无冒出气一个工厂，工业区的3800元补出可能已经按钮为速度振兴。也愈顺嘅数位上都当讲嘅态度，就系中南镇嘅合平路，也愈两片嘅准桥直接塞到，加上愈顺自由中数位还有上错位，一到银行都也作为行道态度方阿蛮的危险。觉得要种什么树都 OK， 但是人行道可能要再修整一下，因为这里车速太快了。那我走在路边，其实我也觉得很危险的。讲银行都也比较危险，中南镇公所同经济部工业局争取3200万，还有公所批合款400万到3500万，而同800公车厂嘅合行路来同态度同两片嘅准桥做过，还有银行嘅尾数没有强下做过。是唔过中南镇民代表费咩讲，一片嘅居民唔肯输嘅细节，故所长唔肯出批合款，甚至都要3000万可能要输转去。我想我们五月一直获得补助以后，就发文到代表会，请他们代表们支持来垫付。那很可惜到目前，因为时限上让我们没有办法再等。如果再等下去，我们到时候可能发包的作业，那在第一期可能没有办法如期完工，到时候可能上级就不会补助给我们，这时候会造成我们更大的伤害。那区的那个理事长去上两会就说，主席啊，那个路数不能砍哦，不能移除哦。好。哦，我说我了解，一些人都有来反映。哦。你不能说你全身的钱3500万，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我们也是说，怕这个钱被收回去。是。也邀请你来学讲，你连来都不来。中南镇公所讲，合平路嘅树位系平坡树，树径较浅，树位太野，树径会强起来。各位要将树位开嘅发达，个子又大，跌下来，只只有人去奥多拜站过去盘道。公所长会上来问树位，是唔过代表费咩讲？家条注射费都要事情开协调费，是唔过公所看法同工业局强要，也为咩只有一位居民反对同树位赛照？公所长冇派人去协调费，派一单系讲冇法报出去，不出看住。纳转去，政工所同代表费看法无强要，结果损失嘅还是多数嘅正面。客家新闻总资面，苗栗报道。